那人家电影上做两张都是那玩意儿，俺不知道干啥嘞，还没弄。大家好，我是胖龙，今天来我朋友这里剪了一下头发，第一次剪这样的发型，朋友们看一下这个发型怎么样？有点不适应。这现在也到中午了，到饭点了。旁边我知道有一个大盘鸡，吃的挺不错，等会儿我们去吃一下，请朋友。 也请朋友吃一下。刚刚要了一份大盘鸡，48，大家看这个颜色还可以吧？要了两个凉菜，请朋友吃饭嘛，吃好一点的。他现在店里面还在忙，咱们等他一下吧。刚刚朋友来电话了，他说店里面来个烫头发的。 来不了了，这个给他搬来点，等会儿给他送过去。把这个凉菜再拌一点。对，这些我就开吃了啊，差不多了。这个鸡肉特别辣，很入味，颜色也不错。这是啥？这几包啥？这个肉有点少了，等会儿我去盛点米饭，再下点面。好，谢谢啊。刚刚浇了点汤，这个拌一下，够味儿。 他家人不熟啊，不老。炸一锅面吧。我吃腊八鸡的时候啊，这个葱段我特别喜欢吃，挺入味，挺香的。我这个吃饭，我从来不浪费粮食。好好，谢谢。这个面上来了，这个汤拌再拌一下这个面。我相信朋友们吃腊八鸡，这个面是少不了的。 蘸点酱，你蘸酱不蘸酱我蘸上了，够了。你吃了？嗯。不是，这配。刚刚把那个菜给我朋友送过去了，他还在忙，给我烫头了。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吧，喜欢我的可以关注一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